要吃的就是这一个四川五抽手，是一个四川料理哦。看翻了一下菜单，发觉里面很多辣的，几乎都蛮辣的。会给些什么菜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让我来细细品味一下。开胃小菜，木耳还有花生，以及店员推荐的粉蒸排骨。本店招牌知名的红油炒手，这是干的，然后这个是汤的麻辣汤底哦。这个是专门订给小朋友吃的，以鸡汤为汤底的炒手馄饨。哎呦，好好吃哦！那我觉得只点一碗是不是有点太少了一点？看它，它这个辣非常的顺口。非常香，它调味调超棒，好吃哦！来吃一口麻辣的，哇哇，它的香味啊，好吃的程度呢，跟刚刚那个干的抄手是不相上下的，但它的辣度有更加的提升哦，吃起来油油辣辣的，推荐推荐。这一道是凉拌菜麻辣金钱肚。小花好不好吃？好吃哎，又好咬，我不会难咬哎。老皮嫩豆腐，这个你们两个。这一道呢也是店员推荐的，叫做尖椒肥肠。这一道呢是不辣的哟，芥蓝牛肉丝。啊，这牛肉炒得油油亮亮的，搭配一点它的芥蓝菜。虽然它不辣，但是我觉得看起来颜值超高的，我感觉就一定很好吃的。好香，我觉得可以吃饭，真的很不错。它每一道菜都在水准之上。人多呢，你可以点套餐，就是点一些相对那个分量比较大的；但人少，点一些小小的这些餐点，多点几道选择更多。这道厉害喽，成都水煮牛，哇塞！爸，这个肉咬得动吗？可以。有哦有哦，这个水煮牛做的其实还蛮道地正宗的，它吃起来确实有那种花椒、辣椒混合的一个香味，好吃好吃。但是你好像没吃过正宗的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我去中国大陆玩吃很多次啊。哦，我觉得对啊，重庆那边对不对？我想要去重庆啊、四川那边玩一下这样子。他们现在吃的是没有辣的抄手，对不对？馄饨，馄饨，哦哟，宫保鸡丁，香酥托鱼柳，它应该就是炸鱼片吧？哎呦，这个是我自己想点的。炸鱼片，看不出来是假的，看出来。酥酥脆脆，上面的撒一点胡椒盐，微微的咸咸，好吃好吃。看这吃最好吃，还冒烟呢。哇，这个也太漂亮了吧！这个叫做如意山泉鲈，其实它就是糖醋鲈鱼哦。他把这个鱼啊切花切开了之后拿出炸就变成这样子，超棒！哇，直接弄一块下来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也太棒了！炸的火候刚刚好。好嫩哦，然后糖醋酱啊，酸酸甜甜的，好吃好吃。这个月是我生日，我要去送生日礼物喽。Go！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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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位姨丈在下面干嘛？折东西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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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什么东西？你不认识它？来介绍一下，吃饱是什么？锦鲤衣服。衣服。哦，好的。哇，打开来了，超美超美的。没有过生日的才有一千块。糖糖说他为什么没有那个一千块红包，然后现在跟伯伯讨一个红包。伯伯现在很临时要包一包，意思意思。你又没有过生日，你诈骗红包？是啊，为什么要诈骗我的红包？他快那个上小一了啦，包一个。上小一了，那要更大包才可以。啊哈！吃饱了，我去这家四川无炒手，真的还蛮好吃的、哦。每一道菜，我觉得基本上没有雷吧。